推动这个年龄55年都没人考证，让政府也公告对防止规范下重新开放海外的冲浪、香水、托马山等各种活动，还有独立的晚餐汤屋也做了对外营业的。加上推动宗教的优秀方法同，而不民众做了一步一步恢复正常生活。日本温泉飞空的工作人员，地铁内两三人也无得用的，是温泉的健康度，无限的变数受托。同样政府公告，从一下起是重新开放经营的，是温泉的健康来营业。一则讲，因为疫情，数额减少，成本增加，总算忙到重新开放，做的是温泉。清消上面的人力增加大概1层到2层，开放汤屋开始，然后慢慢希望能够大众池部分也能够解禁这样子，那客人相信也会慢慢增加。除了温泉，推动顺通的海外除了秋水飘香以外，包括冲浪、香水、通风上也都有水乡的发通，在民众发通前后也在全场戴好嘴耳麦，也都在重新开放。我准备早上来到福寿岛，后下面饮下，杀死到当时忙。我是因为有福建，我才想去。这两个礼拜以来，整个国内疫情并没有严重的变化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部分也逐步给开放出来。同英政府讲，建重新营业，一只人员的压失业，一做一啲要夹板夹定的 VA 行来释放，因为持续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疫情管制需求，调整印度大家创业发托，希望开放。下个新闻资讯，同你们讨。